三个亿。韩国瑜凤山造势大爆棚，对手陈其迈也不遑多让。放眼望去，一样人山人海。现在两大高雄市长候选人终于要同台辩论。韩国瑜五日北上参加节目，当天下午双方阵营都派人到电视台敲定时间，首场辩论会就在11月19日晚上8点到10点举行。他有他时间压力，我有我的时间压力。最后经过双方代表人几经折腾、几经讨论，确定了一个时间，就是11月19号。比一比两人政见，韩国瑜推出农渔销国外、募创业基金、推医疗观光等政见，打出的口号也很朗朗上口。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，更期盼高雄未来的人口数能达到500万人。而陈其迈的政见则是打造智慧城市，推动地方创生，开辟桥头科学园区，以及升级海空双港，也喊出高雄一起发繁荣经济好生活的口号。那你的攻略想好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平常心讲真话，讲真心话，好不好？两人隔空交战，越打越烈，现在终于定出辩论时间，想必将掀起不少话题。记者王嘉庆、潘颖文，高雄报道。